我做了多少个小？好几个。啊，几回呀？好几。爹。嗯。你跟我早些就不做来了哦。俺那小肉的我更是没做来。大家好，我是东宝啊。今天趁着我爸回来，把这个猪耳朵搞吃了，辣的啊！把这个辣猪耳焯下水，有点咸啊。还搁个猪尾巴，应该隔了。把猪食，我召唤食啊。娘，嗯，什么时候给猪喂熟食？打点谷子吧。哦。打点馍，谷子还没打进，馍不得放。现在喂的就是玉米粉和饲料粉。够花，嗯，再来看一下我们这猪长了没？这家伙都变大猪了，这家伙很，好肥的哦。啊，抱不动的。要是正常长的话，应该都有这头猪这么大了。嗯。但是还有两头的话是后面生病了，就没怎么长。那撸完它，现在就它嘴啃起嘛。它从我黑手它这就不行。这两头就要小好多，还是中间的生病了。嗯，再从上面看就很清楚，看那两头要瘦好多，看样子今天要出太阳了。猪好了，不会这么直接啃的，反正啃多，割一下辣猪耳，小圆的，现在应该不行了。这一季都没吃腊肉，可以好香，好想吃腊肉。今天吃又没那么香了哦。嗯，好久没吃是，我觉得腊肉是好吃。嘎嘣脆。嗯，香远的。嗯。好香，猪耳猪尾下锅，辣椒，大蒜。这是香远的啊。来来，都炖到哈儿的呀，小姐吃饭了哦。狗屎！你猪耳朵。那你喂来了噻，不过好吃，对起你。嗯，香啊。尾巴好吃，嘎嘣嘎。你猪耳朵好不香？好吃。啊，贵很呀。好吃。那是因为好久没吃的吧？嗯，那腊肉真的好久没带。是不是？我本来正想我也弄腊肉。我想腊肉吃哦。那我想你要搞猪，我不想吃。搞猪尾巴，要不那那么干嘞？吃猪尾巴什么搞什么搞排到底？那什么？吃猪尾巴只是这个猪头，吃猪尾巴的你都倒上后头。嗯，做什么倒上后头？那天读书时候就讲，你吃到时候吃猪尾巴，没事真的搞到处地去。最好吃还是猪尾巴。那猪尾巴中最好吃的就靠近屁股还多，带点回。哎呀，我讲究点卷。带回肉都是最好吃的。哎呀，那回肉就好吃。吃猪尾巴的吃再多，有点回肉的。嗯，我们进口，满口香啊，汁水嘴圆嘴巴都是。你要不要猪肝好吃吗？感觉不？没有啊。没有猪肝。没有。吃上吃嘛，我家里没得吃。你们喜欢啥东西啊？好吃多了，你来吃。嗯，满口香。三宝哥，你吃饱没？吃饱了。吃饱好上锅。吃炒的。吃炒的。有嘿，阿爹阿弟。转了就两百公里。哪里也发的。火，两火。猪，我的心都崩，上光准备挖点地，这两步才去。你的井有点烂的。我跟我妹往里去，他咋又打转了？为啥都不来这？猪菜，我刀子嘞，嗯，我刀子，看个镜子啥点的点，点喊点点点，有点点有点喊。
哦，这个咱没有没上薄的蛋。菜子吃了个菜儿，耶，真的不好吃哦，耶，好吃。你是养这么远，你说我吃个草，你晓得没？啊，咦，这不好吃，你都遇到过。爹，啊，你跟我早些就不抓来了哦。我那小时候我更是没抓来。啊，对了对。这个比赛要紧喽。他不比赛没有，你啥？够轮完我吃的。还是熊，爹，我都看不到你人嘞。啊，那是宜阳带来的快菜，到我们这里看适不适应啊？到手不一定。啥这个菜种？啥的？豆豆，过来。今天回去了，快来，豆豆。